我听说易景是济南人，还是山东卫视的老熟人。我可以说是咱们山东卫视的自家人了。对，我说今天来看你的这个笑容特别的亲切，感觉特别踏实，是吧？回家了，回家了，哎呦，回家了。那我们要不要看一下易景之前的风采啊？我若让你学青蛙叫，你会不会上当呢？不会的。算了，以后再说吧，转身就走。哎呦我的天哪，这时候还是糖豆是吧？这就是那好像是第一次参加咱们山东卫视的节目，5岁半吧，我记得是。